中化非常国际生物科技公司2020，希望我们大家呢，用我们非常国际有限公司的团购的陈建南、洪美满，2024-039台北联合报道。南投名山藏福地茶香四叶好山河，中化飞腾国际生物科技公司，2024-039甲台北市中正区火车站旁之天成大饭店隆重举行，来自世界各地的顶尖卓越精英都亲临此盛事，各界嘉宾云集，现场充满生气蓬勃。我们有幸邀请到了中化生技董事长陈玉安，为大家分享他的创业故事和心得。中化生技传承陈家百年的传统事业，致力于南投种茶的开山鸡祖，凭借南投的好山好水以及优质的乌龙茶种，从生产研发制造到行销，一条龙整合的行销，供应市场上物美价廉的优质乌龙茶系列产品，让有缘爱用者更健康。公司自1993年创立至今，在将近30年的时间岁月里，历经了产业的不断革新，从传统的至今飞腾团购本着良善的诚信经营理念，为社会提供优质乌龙茶系列产品，融入大众的日常生活之中，与大家共荣共亨共存，打造中化飞腾未来之雀跃里程碑。如今更成立了5的连锁店，结合线上线下，天网人网地网，发明团购专利系统，让每一个人都能成功，人人都能轻松赚到钱，让消费者、经营者与生产者共创三赢，这是一个非常创新劲爆的新专利系统。总之，公司本着一贯与人为善的经营理念，以坚实的百年传统产业基础，整合生产者与经营者的心力智慧，以及优良的产品等宝贵资源，创造优质的茶多酚相关系列产品，满足消费者的需求，贡献社会，乃至本着互助互利的善念，共创三赢的善性循环，且让未来创造出佳绩，能带领大家创造自己王国，及早日实现我们的国际观光农场，让家人跟我一起打拼，未来有一个退休无后顾之忧，拥有着自己之健康财富而安然退休。感谢大家支持，新的一年希望大家继续的支持我陈玉安，创造美好的未来，祝大家身体健康，财富梦想成真。谢谢，你会红影视传播公司制作人陈建明。
念你，希望成功倒转去。深深藏惦在心内，今夜的月光，快乐的暗暝，希望永远来做阵。爱情的滋味，酸甘甜蜜，我永远陪伴。今夜的月光，快乐的暗暝，希望永远来做阵。爱情的滋味，酸甘甜蜜，我永远陪伴你。
咱斗阵就是福气哦。